这里是台大医院精准微创介入诊疗中心，我们的团队包括专业介入诊疗医师、放射护理师、医师放射师及个案管理师等。我们针对每个病人采用最合适的影像导引来执行精准微创的介入诊疗，伤口可以极小到一两个 millimeter， 因此复原超级快，在这个中心区域内可以完成所有的专业诊疗，不再四处奔波。本中心目前提供的精准微创介入诊疗项目主要有人工血管置放、困难肠胃管路置放、泌尿胆道管路疏通、洗肾瘘管疏通、关节止痛栓塞治疗、疼痛神经阻断等，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应用及发展。以下就以装置人工血管为例来向大家说明。装设人工血管做的病人通常都为癌症病人或者需要长期使用静脉注射药物的病人。那因为化疗药物具有强的刺激性，如果从周边静脉注射的话，容易造成一些并发症，例如血管发炎、硬化、狭窄，甚至化疗药物渗漏导致组织损伤。那我们利用这人工血管做可以注射化疗药物、显影剂甚至营养素液，达到治疗癌症、做检查与补充营养的目的。我们医院目前使用的皆为新型抗压的人工血管座，除了保有原本的功能外，也可以承受较高的压力，用来施打显影剂。癌症病人在接受 CT 检查时，可以获得显影较清楚的影像，而清楚的影像将可帮助医师做出精确的诊断及判读，也减少病人从周边注射造成的不适感及血管破裂或渗漏的风险。过去病人安装人工血管的流程常需等待住院三至五天，入院后还需等待照会医师半天到一天的时间，长时间的等待以及在院内的移动都有可能增加感染的机会。一站式的服务包含亲切服务人员进行柜台报到，在舒适有隐私的门诊空间与手术医师互相沟通提问，使用影像导引的人工血管放置，可以有效地缩短手术时间，减少疼痛，降低并发症。术后有专属恢复室休息，也有专属护理师观察生命真相。以上流程都在精准微创介入诊疗中心完成，有医师、放射师及护理师组成的团队服务全院各科部，但病人不用在各院区楼层来回奔波，减少病人不适，提升病人满意度。我们将最新的医疗科技融入整合在同一个区域内，提供病人最方便的一站式介入诊疗，不需要住院，早上报到，下午就可以离开，继续迈向自己灿烂的人生。